笑，先是第一反应先是给旁边的人看，可爱吧？不是原来那么有的好严实。它是一个灯罩，开灯，关灯。好好奇啊！你去采访一位观众。你去。
在这坐着，你看我给你们记录下来，你看这些人。看什么歌词？胡小慧最能那个狡辩。我看你看什么歌词？我看看。好，自豪准备，在旁边准备好啊。对，预备。好烫嘴啊！让其他人也听歌词，听唱歌词。你今天干嘛去啊？去逛街，买衣服，吃饭。买衣服？去了个中餐厅。中餐厅？就是一个川菜，特别好吃。哎，我也去吃了广东菜。你在吃？在匈牙利杨家都要吃广东菜。你在匈牙利吃川菜有啥区别？对对啊，自己。素材太多了，你拍拍别人吧，到时候又那个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嗯，河南英语来了，河南英语，河南吧。哎，好，现场，我的分词，先你的分词开始来吧。最后会出现的中场面 ，No way, I don't care at all. OK， 真的是 OK， 差不多，真的。然后是 meaning to one, only one, also one, what's the one, why is my one, only one, number one, 最优解是谦虚的伪装。什么呀？弱小是？弱小是谦虚的伪装，最优解或许是个午饭，一个难民，像别人写的图像，然而我热衷你饭。哦耶，我唱好了。我听中文，我听不懂了。来吧，白心宇。好，没心宇。别看歌词啊，我在看日演。哎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跳？把上次柳光丹的那个英语跟他这个英语剪在一起，出一个英语专辑。对，对的，对的，对的。最后会出现哪种场景？No way, I don't care at all. Only one, only one, for the one, what's the one, but it's my one, only one, number one. 落下时间虚的伪装，最优解或许是中午饭。人在忙，小班型的狗吓人，我忍。像被二型的狗吓人，我忍住你饭。雷姐，来你说，你从你分词开始。我分词，那是什么？嘿，应该能明白什么是真爱，互相拥有和看得到。好，副歌。嘿嘿 ，Me to one， 你谁？哈哈哈哈哈。Number one， 微笑是。Number。像二十的个相人，我忍住你饭饭，那就不是我的，那不是你的歌词。我怎么听起来我也煮米饭？没知识煮米饭啊？刚才那句。没有。相背而行。相背而行的。那我忍住你饭。你先去哪儿？我要煮米饭。相背而行的狗相人，我忍住米饭。舌头有点问题。被漠视才真是被漠视才能够放肆绽放。往下走。Million to one, puny王。puny王是谁呀？puny王，好多王，number王。No mess, no fast， 做出来是一个铃铛。No mess, no fast， it's me。还没出声音，六六。单独我要看六六。你可以自己来，六六来。No mess, no mess， 做出来是一个铃铛。No mess, no mess， it's me。先是 mess， 后是。最优解或许是个午饭，三杯。像被恶心的狗想让我热煮米饭。好，可以。渴望什么追求什么，争夺什么都没错。然后一个顶力和谬论的较量。对，然后看人家都背的。好嚣张啊！最优解或许是个午饭，一个在你，像被二十分钟像，然后我就煮米饭。还
有一个渴望什么只有什么真的什么都没错。你在说什么？他说的没错，对吧？能背下来啊，到时候对嘴背不下来尴尬死了。若消失谦虚的伪装，然后我们跳一遍，你们全力起跳啊！好，你们走了，拜拜，走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来来来，拜拜，拜拜。哎呦，这呛呛水了，这可以。哎，多水挂了。六姐，六姐，下面怎么样？下面风景怎么样？挺好的。下面风景了？就在下面啊。不是下面。他是你们的小粉丝。水水。啊，那就这样，谢谢吧。水水。啊？水水。哦，是你的名字哦。段奕璇。啊，段啊啊啊！他知道段奕璇。啊。也知道水水。哦。叫你的名字。水水。好突然，我以为他说谢谢。水水，不是他是你们的粉丝。叫你水水，你没听到？哦，没听到。那边讲。哈哈哈。绝美玉兰，一把花给你。哇，三二五一。好，知道清楚。哎，他超级全部。哦，你确定吗？是这样的，可以吗？你害怕吗？快点来。现在还征收别人的道具啊！哇，谢谢！哇，接到狗了，接到狗！啊，来哦！啊，小心小心哦！这个当成狗了，你把它拿，不是狗，还不是你们把那个，你把那个拿走，把那个拿走，拿走，拿走，藏着。No， 不是狗，不是狗，他给我，小心点，你他见到你就生气了，长得也是。真的对他生气，对你生气，不给你拍了，你别，好可爱，Thank you，好坏呀，真的，采访你搭档什么情况？你看，狗技，好了，下班，下班了，谁下班了？我也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这么说都没想到，哎呦，见了，你们下班了。花了钱了，这还是得拍点照片。老师，这边是这样子的，然后这边这个下班打卡。走呀，没事，踩不到我。来来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，走过来。行行行，好嘞，快快快。哎，人家都看着我们笑呢。
啊，我也想找英姐，我也想找英姐。哎，飞姐。Hey guys。那讲英文。对啊，我们跟英国哥不得讲，哦，不是外国哥不得讲英文。哇，你们声音叫得好像啊！三二一，对吧？三二一，一来，来多少？三二一。放松一点，王毅，怎么了？对，冉冉感觉在我旁边那个变换36个动作。没有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一直没动过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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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然后从这个角度拍到那个上面，拍到那个上面，然后呢？哦，get 到了，get 到了，这个摄影指导真的是没办法。王毅来拍照。哎，王毅你拍啥呢？哎呦，杨江，杨江，太明显了，太搞笑了。有明显吗？有非常明显。不明显，不明显。主要是昨天见不了你们，突然哎，王毅在干嘛？你干啥？哎呦。甜到了，甜到了，甜到了，很好看。飘散的地方。哎呦呦呦！你不走，你不走，我把伞给他了。很不错啊，你不觉得好看吗？好看啊！给我拍张照。哎呀！今天在这边工作的一天。范丽姐，快点壁咚他，他在靠的树。要壁咚他。想要给我吗？哎呦！哎呀，不好意思。嗨，姐姐。姐姐？不是我这边。姐姐。刚走。你怎么平时对我讲话不那么甜啊？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人家姐姐，你张哥。好吧。有错吗？没错。没事吧？嘴甜的，男的不知道。我四八第一的男友性，我也要看。你问他。啊？他说我直男，现在就直男。难不成你还不难？难不成你不是直的吗？想不到你。可以加动作了，对，上车可以开始点，开始，哎，好，对，漂亮，漂亮。哦，六姐，你好，你好，怎么了？好敬业啊，我也比较敬业。哎，对，还没你敬业。下班，下班，下班了。向一百你的这个做作的姿态，加入我们自然派，现在开始，好的，转圈，我说三二一转，三二一转，走了，别推拳，不行，走吧，太暗了，不要那么做作，往右边，往左右边一点转圈，往右边一点，对，三二一转，好，对，非常的不做作，拍公司照的话就应该让他玩这个，挡住，你那个视频啊，转圈 ，Where are you from？这什么梗啊！真的很讨厌你，什么意思啊？不要说，你不要说，说啊，不说，悄悄的，悄悄的，说。外国人问他，你问你问的事儿，你先回答。宗爱家指导，宗爱家指导，你问宗爱家指导。袁奇，你还拍吗？今天？哎呀，我想拍，但是明天吧，明天也拍，明天我稍微穿的那个垮一点。可以，可以。小 S 明天，哎呀，垮一点。袁姐这么霸气啊！上大家的。Ready? And one, two, three, four.
again, ready, and one, two, three, four. And knees and elbows. 示范一下。别难受。你觉得他会怎么样？祝福，一路走好。你这个动作你明天会还记得吗？记得，哎哎，然后是哎哎哎哎，哎你这个动作看着好傻呀，你这个看着。Three, two, one, action. 打不过，打不过。确实，这人一拳我就直接啪鼻血往下流。啊，你们俩是谁？到你了。啊，来了，现在。好。希望别太难，求求了。上战场吧。我们两个要打他，哦，我们俩打一个，二打，两个人打一个，难道我们俩打一个，我们一个打三个，好弱呀，我们好弱呀，他不是要掐我吗？为什么？我要被他掐，我要被他。你怎么被打了？我怎么被打了？我是被他打了，我被他这样掐脖子。这么弱？他不会，他不会。我手好弱呀。他那一个哥们儿，我们两个都做。别太离谱，我也转了个圈子就行。李湘姐，你是后面那个？嗯？你是后面那个还是前面那个？我不掐的那个。You're gonna throw like this. You're gonna block it. You're gonna, I'm sure. You're gonna go like this. You go. Just stand by and 3, 2, 1, action.辛苦了，老师。结束了。嗯，我等一下。哇，我想笑。
笑什么？很可爱。一秒就能把你打倒，懂吗？可以。再笑，下一个打的就是你。行行。这个有点太难了，然后这次可能稍微简单一点。感觉怪疼的，他那里就只垫了一个薄薄的垫子。啊，对的，感觉他那个更难呢。结束了，有点帅的，有点帅的。迫不及待。老师，你下班了？你下班了？嗯、我等着拍十六人就好了。你也是？还有一个对啊，我们俩是今天最早的。然后呢？
我也有一个。哎呀，袁姐，你怎么在这？哎，你好，好久不见啊！不，好久不见啊！我在散步。哎呦，在国外也能遇到你啊！哇，偶遇啊！Nice to meet you. Nice to meet you too. 你看这里的风景很好。这风景很好吗？嗯，挺好的。是不是我们应该去河边？下面吗？我怎么感觉这里跟顾村差不多了？顾村不能这么说哦。是啊。因为顾村更好看。是啊。你应该追着我一直跑。哎，你跑啊！三二一，跑！没有跑。哎，跑这么快，我很快好吗？好，完毕，素材完毕。是的，我们疯狂跑的最快。在这里干什么？没有啊，你里面有衣服，你怕什么？但是，这是什么感觉？有没有？嗯，好了吗？不是，就是凉而已，爽。带钱，带钱。不凉啊？怎么了？还要拍多久？我的美貌还没有下班，你就想要下班了？你的美貌下班过吗？有。今天是你吗？他今天怎么了？杨江今天怎么了？杨江，你被夺舍了吗？你平时不是这样说话的。可是你头发是，哇。杨家难得把我们拍得这么好看，你不觉得你背很烫吗？夸他吗？杨家以后都穿白衣服啊！啊，对，他真的很。穿的不是什么，是成员。啊，他进来一个人把地方。我的妈呀！哇哇哇！好大的雨！都下班下班，太开心了。今天拍了多少？今天拍真好，又开始鼓励式的拍摄。刷新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